看起来有点不如预期，这个我打算献给你。不知道，他基本上都是配饭的，他不可能是现炒啊，现煮的，就是有九层塔就三杯了。我知道很浓的姜味，哇，放蛮多的。
放很多。哎、欸，不要客气啊。其实完全无法理解。一间包厢两个世界。牛肉一块，大的一块，其他都是小块的，小块大概有四五块。是好吃的牛肉面。有要吃吗？我吃了。完了 ，BBQ 了。那我要抓谁啊？你觉得我要抓谁？超激动的，桌子都在震动。隔壁那位同学很激动。给你个赞。哦，这是最有力啊。嗯。就是咸酥鸡摊的话是吧？我看不到大部分好吃。我口味偏重，因为它的那个胡椒撒的比较多一点。我觉得还可以啊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就不一样味道而已啊。我是觉得它的面很好吃啊。你在网咖会点东西吃吗？会啊。这是你第二次来了吗？对啊。你觉得你之后会想要一直来吗？这家？他只是一直来，就是有家太远，有没有很远啊？其实也可以过来。但他们现在，他应该是这边最好不知道为什么拍摄到这段的时候麦克风忘记开了，那我就利用这段无声的影像对这一次的网咖初体验做一个总结吧。其实呢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家的网咖，所以这一次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郑瑞陪我一起过来，毕竟他是网咖的熟客嘛。对于这一次的北半球电竞馆凤山旗舰店，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，惊艳。我从来不知道网咖也可以做得这么有质感。设备的部分我是外行，所以我再另外贴上设备的资讯让大家参考。至于环境的部分，全面禁烟真的让我大大的赞赏。一直以来对网咖的印象就是黑黑暗暗，空气不太好，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既定印象。环境不但宽敞明亮，服务人员也非常亲切，就算是一个女生自己过来也不会觉得害怕。这一次为了拍摄方便，选择了三人包厢的房型。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网咖也可以结合住宿的功能，而且费用比背包客栈还要便宜哦。从影片上能够看到32寸的曲面萤幕看起来真的很舒服，像我这种不会打游戏的人，还有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可以选择。餐点的部分也很不错哦，饮料45元可以畅饮喝到饱，肚子饿的话在房间的电脑就可以点餐啦。点好餐点哪里都不用去，服务人员直接送进来。不过食物的口味见仁见智，我们这一次点的5道菜只有3杯鸡比较不合我的胃口，其他都在水准之上。洗衣机和浴室的使用是另外收费的哦，拿着房卡到柜台换洗澡卡，拿到卡片后就开始计费咯。记得不要带着洗澡卡逛大街啊，每5分钟5块钱，以此类推，速战速决还可以节省能源做环保。经过了这一次的体验，我可以真心诚意的说，北半球电竞馆凤山旗舰店我还会想来很多次。如果真的要打分数的话，100分真的是没问题的啦。最后最后再真心诚意的说一次，拜托拜托订阅我啦，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还要分享哦，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